我刚到家，我帮小朋友，小孩同学在，我帮小抱朋友。歉了，我没听清，可以再说一遍吗？好，你看他很怪吧？他最近一直很怪，都不想理他。小孩子们就是该操作。这是我帮他们买的晚餐，因为今天7点家教要来，可是怎么讲呢？我先开个灯，那。小朋友去上画画课了，新店太林去接他们，然后就跟他们说，希望他们一回家就可以吃饭。哦，今天我买了560块，这家鸡肉饭一直是我们非常喜欢吃的一家，生意非常的好。不过老板动作是真的蛮快的，然后帮他们弄一下，不然等一下他们回来的时候就不能马上吃。好，跟各位讲一下价格好了。这个肉啊，一份是100块。这个，好，我等下把它打开，我把它弄美一点给他们吃好了啦。哦，这样子可能心情会好一点。有时候我觉得，虽然我觉得有洗碗机的好处就是这样，可能你就会多拿几个碗，因为其实洗碗机啊。以我啦，我都是固定，可能就大概我洗衣粉加非常的少，洗碗粉是加非常少的，就是加一匙，那个一小匙，然后再加一点点这样子，然后我们没有加亮碟机，也没有加什么，那所以其实有时候你一天啊，你洗可能因为一天我们家的习惯就是一天洗一次嘛，那如果说。没有洗碗机，我绝对不会用多的碗。那有洗碗机啊，其实有时候就会比较舍得用碗，因为你都想说都有空间要洗了。其实洗碗机真是家里一定要买的东西。帮他们准备碗盘，在这边吃会不会不好啊？还是要在那边吃？等下吃一次家教来了，不是也会有点尴尬？还是我要再把它拿过去那边吃好了？哦，这样加下来比较不会尴尬，因为他们今天是最赶的一天。哦，把它拿过去好了，希望他们能够早点回来，这样才来得及，只剩10分钟。好，等一下我把它打开来跟各位讲，我们吃什么？这家鸡肉饭其实我们拍过蛮多次的了。他回来了，这样我来不及帮他们摆漂亮一点。原本想说多拿几个碗帮他们摆的稍微美一点，不过来不及了。嗨，你们回来了。他有给养乐多啊？他有给啊，他给我的。哦，这样，我们来这边吃好了啦。我怕说吃一次，等下家教就来了。太大声了你，你那蹦！哎，你们蛮快的，我还以为你们不会这么快耶。什么申诉？你们是神速，你们还蛮快，这样来得及吃饭呢。今天买了560块。你的话，姐姐，你今天画的。这不是今天画的。你是上周，啊，你上周的，姐姐画的，姐姐其实真的是很有艺术天分啊。然后阿优，哦，不要翻面，阿优这次有她自己的风格，哦，也很漂亮，非常的美。我没有说你不好，我说非常的美，我就说有你自己的阿优 style，好不好？阿优。对啊，所以就是阿优 style 啊，只有你一个人用金色。你有闻到我放屁吗？你在我旁边放屁，你真的太，真的是太过分。我拿碗了，可是我还没拿餐具。然后把放，我原本想说在你们回来之前把它多拿它摆得漂漂亮亮的，结果你们就回来了，我就放弃了。你要摆到变成5000块。对，就是把那个560变成5600这样。然后你们就回来了，算了。我买我是没一点。
吃饭了，这家鸡肉饭很好吃。等一下我跟各位讲吃什么，然后吃了多少钱。我先把我想喝的水给弄满。正在洗手。你说什么？那个汤给我喝啊！你想喝就给你喝、啊，那个有姜丝还不错啊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那个有姜丝啊。这个是鱼肚汤，这个鱼肚汤100块，差不多啦，鱼肚的价格就是这样。然后这一份，它这个鸡也是100块，所以这个鸡就200块。很想吃，然后我点了两份哦，它的招牌是这个豆包，好吃吗？我没吃过。好吃，你喂我的都好吃。哎呦，今天有点要豆那个吗？豆包这个超级好吃，招牌。可是，在那边吃更好吃，下面吃会是脆的。哦，这家应该是新店生意最好的便当店之一啊。也算是经典的。那饭真的超多的。对，然后这边烫青菜，这个是地瓜叶，空心菜，哎，是地瓜叶吗？哦，应该是。然后这烫青菜一份是35块，这个40块，这个是卤肉便当，这个多少钱？哦，85啦。你没有点鸡肉便当，如果你会点鸡肉。我想说，我有点鸡肉啦，所以我就没有点。鸡肉跟鸡肉便当不一样。今天的头发掉下来。然后最厉害的，真的还是他这个豆包。我的头发掉下来。我请青天蔡依林吃一个。你要不要吃石木鱼？我就知道。你看，还有你要吃石木鱼吗？要不要来一点？不要。你不要石木鱼，为什么？我把这箱，我花了千辛万苦的力气，终于把肥皂用下来了。什么肥皂？因为那个肥皂很久都没有用。有啊。我都有用哎、欸，我不要吃蛋，我今天中午吃2颗。我也不要吃蛋。那我跟阿佑一人1颗，我跟阿佑都最爱吃蛋，超级爱吃蛋。然后新那个杰娜是白菜控，杰娜最爱吃肉控，对，我是养乐多控。然后，哎呀，你挤到我了啦！你要做什么？你要做什么啦？然后搓一下的 ，biu biu biu。你要吃的、啊？小心哦！开始吃蛋。这间呢、啊，其实老板娘真的速度算非常快，因为她生意真的很好。我刚才从点到拿大概也15分钟。你会有些有一个老板娘速度更快一点，哦，他是说讲话，他是说动作？动作啦，我们每次买这家都算快了吧？就是要等，可是不会。它不会很久，就是不会。是对，最怕是说你有些就是你叫了等也等不到，真的有。然后它的肉这个也等也等不到，可是要等很久。这肉也很好吃，哇，好好吃的。姐姐，你的袖子。它最好吃的就是这个。哪一个？豆包啊？对啊。你要有我的羊肉多难。我这个豆包比较。干嘛偷你姐羊肉？弄得不漂亮，反正就是这个豆包是必点。你为什么要偷姐姐羊耳朵？吃完饭。你在做什么呢？才可以喝羊耳朵。哎呦，我们的约定哎，你今天还没抽卡对不对？9点之前要把所有事情做完，你才能抽卡。啊，那没办法抽卡，我9点之前要睡觉，就没办法抽卡。你就你可以8点半把功课写完，然后赶快去洗澡弄一弄。9点半睡觉，所以你最好的完美的时间是在8点。对。40左右写完功课，洗个澡，洗个二。今天你8点，你可以写快一点啊，八点。我超小，数学超。啊，娇娇来了，赶快阿佑去开门。今天是没戴眼镜的姐姐。阿佑开门。我刚刚怎么办？如果那个店里有按的发出。阿佑，赶快开门呐、啊！就是有戴眼镜娇娇。他刚刚干嘛？对。Hello， 无聊，整天一直吓人，下次被吓就不要哭。我们还在吃饭，等我们一下。好，等我们一下。嗯、哇，你在干嘛、啊？什么东西？啊，鱼肚汤好不好吃？又鱼肚汤。
就没什么，没什么，只有鱼肚汤。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晚餐。其实真的很丰盛，560，稍微价格就是中间偏高一点点，以便当啦，可是真的很好吃，大家去买一点。但是真的很好吃啊。嗯，拜拜。